詹姆斯，无论谁夺冠都不会去白宫。詹姆斯今天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，无论哪支球队夺了冠都不会去造访白宫。我知道无论谁赢得了这轮系列赛，都没有人想要获得邀请，勇士不会去，骑士也不会去。詹姆斯说，詹姆斯谈及此事是因为最近 NFL 新科冠军费城老鹰受邀造访白宫，结果因为大部分成员不愿见特朗普，最终只筹集到10个人的代表团，于是特朗普干脆宣布整支球队都不用来了。詹姆斯在采访中评价特朗普的行为，称这就是典型的特朗普，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，这就是他。斯蒂芬库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，我同意勒布朗的意见，我们对去年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感到非常确定，也会继续坚持这样的做法。去年夺冠之后，库里等勇士球队就表达过不愿造访白宫的态度，后来特朗普干脆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撤销邀请。